Hello， 大家好，我是博彦，欢迎收看财经第一线。现在录影时间是2020年2月5号的8点43分。投资朋友，台股昨天算是有一个比较令人振奋的一个表现哦。台股呢，大盘指数昨天上涨了201点，达到一个 1.77 的一个百分点哦，而且是开高走高，一举收复了前天它的一个跳空缺口哦。台股昨天为什么会涨？主要是两个原因嘛，一个是美股前天涨，美股前天呢，纳斯达克就涨了 1.34%， 费城半导体的指数也涨了 1.24% 嘛。更夸张的是，中国大陆它的一个股市啊，它不怕武汉疫情的一个肺炎的一个冲击哦。昨天上证指数也是涨了 1.77%， 深圳指数涨更多，涨了 2.83 个百分点哦。台股接下来会不会再跌？我觉得目前为止算是有一个止跌的一个迹象了。这个部分呢，我们要从台湾、中国大陆跟美股来看哦。从台股的角度来看，昨天大家看一下会不会止跌？其实某种程度看的是成交量哦。成交量昨天减少到1597亿，这个是大盘的部分哦。这个成交量呢，原本这个重挫的这一天哦，从2700亿一直到昨天的一个前天的1844亿元哦，一直缩减到昨天的1597亿元。这代表什么？这代表投资人他这个恐慌性卖压已经缓和了嘛，他们不再就是大量的抛出股票了。所以呢，如果投资人他的恐慌卖压缓和的话，台股也渴望止跌哦。而且大家来看一下，新台币昨天强升 0.41%， 这代表什么？这代表外资啊，它持续的还是在汇入台湾。如果他们要汇入台湾的话，其实他们就有可能去择机去进场买台股哦。所以呢，台股未来虽然不会强弹，可是他们也不见得在，如果疫情没有严重的一个发展的情况下，也不会大跌到哪里去哦。至少这是一个乐观的发展。我们再来看美股哦。美股上周五为什么重挫？博彦跟大家提到很多次哦。昨天上周五重挫呢，主要是因为美国啊，他宣布拒绝近期在中国待过的一个非美国公民入境。这个部分呢，引发了中国外交部强烈的不满，就回击美国嘛。这个部分呢，博彦已经跟大家提到很多次。其实中国不是真的不满啊，他对外强硬，其实有时候只是要对内交代哦。他们毕竟要去缓和一下他们国内鹰派人士的一个紧张的一个气氛啊，所以呢，这个部分如果只是国际政治一时的口语冲突的话，其实美股在经济基本面没有改变的一个情况之下，他们就会回涨起来嘛。像昨天看一下哦，昨天是不是？前天美股涨，昨天美股又持续再涨哦。像道琼昨天涨了 1.44%， 纳斯达克也是涨了 2.1% 哦。费半指数涨更多，涨了 3.12%， 所以呢，美股这个部分呢，它是乐观的。再来看中国大陆的股市，中国大陆的股市，大家看一下，昨天逆势上涨啊，上证指数涨了 1.17 个百分点，深圳指数涨更多，涨了 2.83 个百分点哦。这个时候大家想一想，武汉肺炎的疫情有没有持续的扩散？其实还是持续的在扩散。大家看一下，像2月3号的时候，中国大陆大约有17335例，2月4号也是昨天持续的扩张到20426例哦。可是大家是很可以观察一下，可是昨天呢，上证指数跟深圳指数却没有受到武汉疫情扩散的影响，反而逆势上涨。而且很有趣的一点哦，外资在中国股市开红盘的第一天哦，却透过香港的北上资金哦，也就是呢，深港通跟沪港通跟深港通跑进去买 A 股哦，而且狂买了181.8亿的人民币哦。这代表什么？这代表其实啊，外资它定调疫情其实它的一个冲突是一时的哦，但是呢，中国大陆以长远的经济来看的话，他们的刚性需求仍然是存在的。所以呢，如果台股、美股跟陆股都有一个比较乐观的一个表现的话，投资朋友其实在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再保留一定的现金，另一部分呢，挪一小部分的现金呢，去做一个强势个股族群的一个布局哦。
强势个股强势个股有哪些呢？最主要还是要锁定一个涨价缺货的一个题材啊。当然像大家我昨天这部分这几天呢一直跟大家提到，比如说什么面板、记忆体、被动元件跟矽晶圆，这绝对都是缺货涨价的一个题材。结果大家看一下昨天是不是新闻传出来了，被动元件它要喊涨了。原因是什么？原因是被动元件其实它在农历年前的时候就已经有 人工招募困难的一个情况，而且呢随着 5G 的建设，被动元件它越来越它的需求越来越大，结果现在中国又延后开工，造成他们运封城，也造成他们运输的一个困难哦。结果昨天就传出这则新闻，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巨跟华新科它的安全库存就拉警报了。而且呢其实他们如果其实要复工的话也没有那么快，因为他们呢被动元件如果要制作的话，包括它烧结炉达到一个一定的温度哦，它就需要一定的一个时间哦。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下，像基层陶瓷电容的部分已经它的库存啊已经下探到42到45天哦，电阻的库存也跌破了40天。大家对这个天数可能没有什么感觉。一般来讲安全库存所谓水位呢是2个月哦。如果是跌到50天以下可以说是已经非常紧绷了。更何况现在大家看一下 ,42 跟45天还有40天哦。所以呢这也是为什么被动元件它会有持续涨价的一个题材效应在啊。好，再来所以呢昨天呢大家看一下 ,278 的大益涨停板嘛。3624的光洁也涨停板。2492的华新科也一样也涨了 9.01%、哦、昨天被动元件几乎是全面大涨啊。这个部分呢我只不愿只是挑出涨幅比较明显而且是特别大的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哦。再来看什么一样 PCB 族群。PCB 族群它主打是一个 5G 的一个题材嘛。5G 的题材它长远来看的话其实它的刚性需求是没有改变的。虽然呢武汉是台湾厂商 PCB 的一个重镇哦，所以因为现在封城，所以他们的生产出货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不过长期来看呢 ,PCB 它有没有它的需求仍然是在的。如果它的需求在的话它跌升了就会有人愿意减嘛。这也是为什么昨天大家看一下 ,PCB 族群其实也都全面的一个喷出哦。像3037的星星它昨天也是涨了 9.52%, 包括外资跟投信都在减这张股票。还有什么6251的定影昨天也是涨了 6.79%。5469的汉语博也是涨了 4.84%。所以呢最后投资朋友博彦还是提醒大家，在这个时候呢其实可以去进场选保留一部分的现金，另一份挪一小部分的现金呢去锁定涨价缺货的一个题材，例如说面板啊、记忆体、被动元件跟矽晶圆哦。最后提醒投资朋友也别忘了加入我们的 LINE 群组哦，因为博彦呢都会定期更新我对台北股市最新的一个看法，而且有时候呢我也会去分享博彦看好的个股，例如说8059的凯硕，博彦在1月的时候就跟大家分享了，大家看一下前天果然涨停板啊，涨了 9.04%。 所以投资朋友别忘了加入我们 LINE 群组，我们明天见，拜拜。